举办音乐会了，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位的嘉宾。哦，今天我站在我旁边这一位就是乔玉明，对，他是那个混血儿嘛，对不对？有吗？嗯、对，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简直就是那个芭比娃娃。然后我从侧面看到他那个睫毛的时候，我就哇，这是真的吗？我真的很想要伸手去拉一下，应该是真的吧。謝謝你。你会不会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听不听得懂，是真的是假的？因为我有很短的。所以为什么会特别选台语歌？因为他好像是就是不太会台语的样子。其实我自己本身台语也讲的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表达一个男女之间一种就是一种互相喜欢的一种情境。不一定要发音发得很准，只要能够表达出那种我觉得可爱的感觉就可以了，对啊。嗯，台语还 OK 吗？还 OK 啊，因为其实我的家是在新加坡，我的家人都可以讲台语，可是我现在不会讲台语，可是像有一天我可以进步我的台语，我也要给我的新加坡的家人一个惊喜，他们可以看来看我唱一个台语歌，我也觉得是一个challenge 挑战。挑战，挑战，对啊。听说你压力大到做梦都在讲台语，是不是？一点点。讲两句我听听看。啊？我知道感谢给博，对，拍谁？很可爱。教他吗？我还来不及教他，他来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对，我觉得还蛮厉害。我一开始就想说，为什么会挑这一首歌？我想说，对一个外国人来讲，不会很为难他吗？就是他自己挑的，他自己要挑战的，我觉得还蛮厉害的。然后我还从他的讲话的口音里面听得出新加坡的台语的口音，我觉得好可爱。谢谢。你来，想要对你讲出心来话，有吗？有。我觉得很可爱。对。这两个人现在默契怎么？还蛮好的吧。嗯，对，嗯，对哦。你为什么要先看我在？嗯，对。嗯，对对，我很开心，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他合作啊。我觉得他的人很好啊，他有一个很嗨的感觉啊。对哦，那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是很文静的。文静是什么？我不知道文静。我是很安静的。不是不是，我觉得因为有很多时候你跟人合作，他们。不要跟你讲话的，但我觉得你很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不知道可以讲什么。可是我觉得本身的，他的感觉就是很亲切的，谢谢很他的人很好，真的很开心，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跟那么棒的人合作。所以新阳现在准备的怎么样？我准备的已经差不多了，对，就希望能够再更熟练一点点，就差这样子而已。对。哦，我原本想要来跳一段舞，但是因为时间其实有点紧迫，所以来不及。对，嗯，对，嗯。